刚听说咱们小区有只变异猫，长得老奇怪了，咱们赶快去看看。这猫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？别让这神经人搞走吧，怪瘆人的，真恶心。哎，麻烦让一让，看热闹的都让开，我们回家。切，装什么好人呢？这部分是人为扭断的，虽然时间已经很久了，但是还是有复原的可能的。那谢谢医生了，医药费我这边会出，等什么时候可以手术了，我就带着他过来。你不是怪胎，你只是迷路在人间的天使吧。其实破碎的人没关系，我也曾经很